配合。去年见过小场面，飞那么高，扣篮不还是两分？不累吗？我也好想上场啊，凭什么？别想了，让阿豪自己玩得了。自取其辱啊！不可能，我不可能输给他！再来！地球！再来！张学恒上场，我们几乎就没有怎么得过分。张伯天完全压上，比分要被拉开了。Thank you.
我不想这样走进的队伍。防守，做好这次防守，还有机会。保持专注，比赛还没有结束。是一个填补空缺的一个事情。左手上篮的话，它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普通人对篮球的热爱。大家学打球，可能第一个进球都是从上篮开始的。上篮本身就是一切的开始，它就是篮球的一个起点。喜欢篮球的爱好者其实都会有一个以后一直打篮球的这样一个梦想。打篮球的人他多多少少是具备一些竞技体育的精神在身上的，大家都不服输，大家都愿意去挑战自我。其实在做动画的过程中是一样的，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是我努力把篮球跟动画这两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是想要通过自己另外一个擅长的事情，就是动画这个事情，去对篮球的推广起到一定的影响。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写实的东西，从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就开始经常去画一些 NBA 球星啊，包括看这个灌篮高手，去临摹一个灌篮高手里边那些角色。
啊，画多了以后呢就熟了，啊，熟了以后就开始想自己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 NBA 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一个视野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还有球星卡上看到了麦迪，对，当时麦迪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大家都知道那个35秒13分。我最喜欢球星是科比、姚明、乔丹、德里克罗斯、霍华德。了解到篮球的魅力，然后就拉着同学去球场上去练跳投。夏天就40-50度的那个天气，在2点钟就练到6点钟，就两个人都喘不过气来了。然后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程度，这篮球一天不打就手生。画画也是，你有一段时间不画或者同类型的东西你不去重复去做的话，你再继续上手可能就有点生疏了，就有点不会了啊。你就需要保持这个状态。打球也是，如果天天打的话，哪怕没有刻意的去练，那感觉也会更好。在你画了这些动作之后，你会觉得这些篮球的动作原来是那么难以实现的。以前觉得看这些 NBA 球星飞天遁地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把它呈现到画面上，哪怕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扣篮，哪怕是一个投篮动作，原来它都有那么多的细节的美感在里面。运动之美，它真的是一种特别优雅的东西，它体现在这些 NBA 的赛场上是需要有人有眼睛去发现的。我们在招原画师，最主要的就是设计动作的这一批人，我们会特别在意他到底懂不懂篮球，喜不喜欢篮球。但是喜欢动画跟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两类人，他们的交集其实是非常的少的，要把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来之前我没有想到最后上篮的打球氛围会这么的浓烈，我们一起打球完了之后反而是一天当中给我们补充能量的这么一个契机，就是打过球之后大家更有干劲，更加能投入的去做自己的事情。我之前不打球的，但我很喜欢运动。我作为一个原画，我要去画篮球动作的话，我要对他有足够的了解，看大家去打就跟着去观察观察，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篮球动作，这些的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画画和篮球都是一样的，篮球也是一开始因为喜欢的时候你就想去学，然后你学的时候呢就会去看好的，去看优秀的，都有那个就是慕强心理，然后去找一个你标榜的对象，然后去学习。你打球的里面的一举一动，任何一下拍球，任何一个投篮，只要有一点显得不专业，就会让别人很难喜欢得起来。那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得反复的去练。像画画的话，你可能就同一种类型的，你画了很多遍之后，你这种类型你就会了，这个问题你就解决了。从天赋上来讲也好，从经历的这些枯燥的训练也好，其实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大部分其实离职业篮球是很远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每一个人对篮球的热爱。希望看到这部片子在完成的时候是符合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期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努力的。哪怕在多少年后能够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篮球动画，我是看着这个动画长大的。走吧，打球去吧，走，看看打球去。云梦哥，我们先打会球吧。来都来了，我们一起打会儿。看来今天我们学院路三巨头遇到对手了。这传球就你懂我。可以啊，招牌动作都使出来了。他们都进八个了，我们要输了。云梦，你在找这个吗？你忘了你答应过妈妈什么吗？28米才有可能遇见精神负重，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是你们要在淘汰赛应对一个又一个实力不亚于精神负的球队，而以你们现在的实力，碰见他们任何一支队伍都必输。
孙爷爷慢走。老板，再来两包子。李兄啊，快把桌子收拾出来啊！别催了吧。老板，来杯豆浆。没有。生煎包有吧？没有。小馄饨总该有的吧？哎，我说小伙子，能照着菜单点吗？我这都什么？小伙子，南方人吧？对对对，上海人，刚来北京，不知道吃什么。那必须得来碗炒肝啊，地道的北京特色，尤其是我的皮氏炒肝，香带甜，用料讲究的，肉质一鲜，人称海天一绝。只要吃过，都离不开这口。再拿两包子，一杯子汁儿，来两份。这炒肝就得吸溜着吃才正。你是许清泽吧？哦，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我哥给我看过你打球的视频。你哥又是哪位？云墨呀。你哥是云墨？如假包换，金背腹文体全才云墨。云墨给你看我打球的视频，他跟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想加入球队了？云墨怎么评价我打球的？啊？你真想知道？哦，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云墨到底怎么评价我的了吧？谁是小孩？我叫貔貅，没看你我还没吃完吗？你都吃两个了，你不怕拉肚子？要你管！你太爽了！我去，小跑！小子，跑着跟我！你给我撒手！把话说清楚了，我就放了你。你再不撒手，我就叫云墨哥收了你！你倒是把他叫来呀，云墨哥！你骗谁呢？云墨！哎，别叫了，快躲起来！你干嘛推我呀？你真笨，看不出来气氛有点不对劲吗？云墨，你是在找这个吗？你忘了你答应过妈妈什么吗？妈妈尊重你的爱好，但你不能对妈妈撒谎。Thank you.
呗。我们仨。别了，欺负小朋友这种事儿啊，我们干不来。怎么？瞧不起小孩？哎呦！哇！哎呀！这小孩！哎呦！哼！我厉害吧？可以可以。都是他教的，他俩更厉害。怎么着？害怕了吧？行啊，小孩口气还挺大的嘛。看来今天我们学院录三巨头遇到对手了。来吧，你们先发球。打十个球，输了的把球吃了。白毛哥，让他们瞧瞧你的本事。自己打，打真的。小伙子，别客气啊，叔叔们很能打的。生活太舒坦了吧？少废话，看住你自己的人。射了，小皮球！
应该还能听得到的，不错。这小孩还真有篮啊，干得漂亮。你是放心头，剩下的交给我。放心头，有我在。球哪去了？什么时候传过去的？
这
下午3点到5点该教室为奥数竞赛选修课时。哎，这不是奥数班的教室吗？怎么让我们在这里当教练啊？今天是周三吧？对啊，社团有活动。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同学们好啊，他不会就是顾亮亮说的教练吧？这看着也不像啊，他压根就不是体育老师啊。你认识他？嗯，学校数学的特级教师，叱咤奥数界10余年。哎，对，这位同学说的对。李老师好。我叫李果达，自1998年起就在京北附中担任数学老师。是搞错的了，多年数学老师，我为咱们学校带来了 CMO 金牌21块，银牌29块， IMO 金牌6块，银牌11块，铜牌16块，高考体育状元6名，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从今天起，我的目标就是把京北附篮球队打造成一流强队。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李老师，我可以加入你的奥数班吗？我也想当奥数金牌。老板，3瓶康师傅无糖冰红茶。唉，这李国达吧，确实是咱京北附最厉害的数学老师，但他好像跟篮球毛关系都没有。这顾了了耍我呢，还说找了个靠谱的教练，结果跟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拿着吧你。你以为我们很闲啊？就是。太过分了，这顾了了！眼看这分区预选赛下个月就要开始了，我却在这上奥数班，到时候拿什么出现？靠练方程式吗？靠背圆周率吗？啊！不是应该在教室听李老师讲话吗？跑出来瞎嚷嚷什么？谁让你找个不懂篮球的顾亮老师啊？对呀，顾大小姐，你这样传出去会被笑话的。咱们京北附篮球队是顾亮老师教的。有人认识，现在男子赛就已经很不错。他敢挑战这次，赶紧去找李老师报道。嗯。你也去，你去，你怎么不去啊？行了。我说三声，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就跟李国达坦白。你的位置。嘴巴相似度73%。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在李国达的教室里看到过你。
你不会是他派来修理我的吧？我也是为了咱家为啥呀呀？我果然被我猜中了。你最近狗仔拍到和许清幽在一起的人就是你，对不对？你一定是他的亲弟弟。对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果然是悠悠的弟弟，我是高二三班的高禅，是你姐姐的忠实粉丝。悠悠简直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我就来找你，来得快，你好，来呀来。小泽，可今天怎么不能放下你？悠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你不许伤害他。什么？什么？好长的鼻叉，给我拿着。哦，好的。真天助我也。啊，同学，你会打篮球吗？啊，篮球，基本不会。啊。改天他有空会来看咱们篮球队比赛，是不是啊？嗯、真的吗？你们篮球队在哪方面？不会打篮球？篮球我可懂了，篮球场宽15米，长28米，中宽13米，华侨线距离体育场为5.8米。你说这是有多荒谬啊，找李郭达来做校队教练，这顾聊聊也太不靠谱了。咱们校队不需要特级数学老师，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高手。哦对了，你们奥数班那个傻大哥也加入了，虽然是被骗来的，但好歹长得够高，应该多少有点用处吧。你们今天不该那样对待李老师。我也不想啊，可是要打进全国高中生联赛，像我们这样没有经验的球队，比别人更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而他只是一个外行。说不定呢。什么意思啊？几道题想请教，确定李老师不是一位好教练，每个人的热爱都
值得被尊重。明天放学后，李老师在球馆等你们，都给我好好训练，迟到的或者不去的，不给秋衣。治安这么严重？哼，吓唬谁呢？教练只有热爱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篮球教练。从今天起，我的目标就是把京北富篮球队打造成一流强队。老李，老李，再不走教学楼可要锁门了。哇，学长这身高臂展厉害了，不打球简直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暴殄天物。听说你是在李老师的奥数班里，你俩应该挺熟的吧？现在问这些还有用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哎，许清泽人呢？来了来了。按昨天说的，保持队形，团结一致，抗争到底。一、二、加油！你们仨大头子，我们跟后。要不还是从长计，走，咱们问回这个数学老师去。是给我的吗？42码半，连鞋码都这么精准，还有我的名字，这是我最爱的系列。喂，你们，哇塞，是不是上次友谊赛没输太惨？学校给我们的鼓励啊！这说是给我的，我们也有。这是什么状况？只能找到50码的鞋，太感动了！这是哪位在世菩萨？大家请安静，下面，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京北附中篮球队的新任教练李国达，李老师。这些装备是李老师送给大家的见面礼。不是，老师您出生也太好了吧？这得花多少钱？为了能够给大家送称心如意的礼物，李老师可是自掏腰包，荒废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小事儿小事儿啊，比起大家对篮球的热爱，这俩钱儿那就是身外之物了。我的工资、啊。这是想用球鞋收买我们啊。对，段国廷同学说的对，我就是想努力成为被你们认可的教练嘛。要这么直接吗？因为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你们对篮球的热爱，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我曾经的篮球梦。上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城市每个大一点的厂矿校园差不多都成立了一支篮球队。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春节前后，市区政府都会举办以篮球赛为主的校职工运动会。此时啊，人们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球场围绕的水泄不通。就从这个时候，我爱上了篮球。那会儿哪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加木地板、塑胶厂啥的，最好的场地也就是水泥。但我们的确会玩的忘记回家吃饭写作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没有互联网、手机、电视的年代，人们获得文化娱乐资讯的媒介就是收音机、报纸和杂志。我开始常常光顾邮局和书报亭。老板，有什么篮球新闻吗？哎呦，郭达呀，咱这旮瘩就你最喜爱篮球。哎呀，我记得初中那会儿吧，电视上有个节目叫《赛场重头》，播出了洛杉矶湖人对阵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总决赛录像。哎呀妈，真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呐！我从来没见到过如此高水平的篮球赛。后来，迈克尔·乔丹横空出世。
再一次把我的新世界的大门踹没了。哎呀妈，我太崇拜他了，我幻想着可以像他那样嚼着泡泡糖飞天遁地。我想加入校队打真正的篮球赛，但是吧，那个年代热爱不能当饭吃，像我这样身材的普通人，那打篮球哪有什么未来呀？只有学好文化课，谋求一个稳定的工作，才是头等大事儿。学好文化以后就有铁饭碗了。哎，你妈说的对呀。我还是打消了加入校队打篮球的念头。学长，抱歉啊。嗨，我兄弟不篮球，咱来玩啊。想当初，我也曾是个翩翩少年，畅想青春，穿上球鞋，叫上兄弟打球无限。这如今大肚翩翩呀，时代在进步，舒适的场地，完善的赛制，更多的关注等等，使你们的热爱拥有了更好的舞台。真羡慕你们呢，你们拥有的舞台，不管高矮胖瘦，只要你们乐意，就能把球打到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这词用得太好了。比赛用的七号球只有24.6厘米的直径，它不大，却装下了我们共同的青春和梦想。所以同学们，请相信我，让我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流汗，一起为接下来马上开始的分区联赛做准备，让所有人都听见京北富篮球队进球的声音。的分与否一样为你我强烈。李老师突然不说呀，老当益壮。哎呀妈，闪腰了。不好意思，你忘了。快换上李老师送你的球鞋走去训练。谢谢李老师。对了，我刚看到一个同学在门口，个子挺高的，是我们球队的吗？他要来报名吗？雨墨，雨墨，同学们，举起我们手中热血的篮球，让我们操练起来。雨墨，加油！魔术师约翰逊曾经说过，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勤能补拙是良俊，一分辛苦一分才。各位，我们的球衣到了。哦，谢谢桂英姐姐。客气不客气。不过，哇，我也有正式球衣了。孩子们，坚持住！迈克尔·乔丹曾经亲自证明，当人体感受到艰难和疲累，便进入了多巴胺最容易分泌的时期，所以熬过去，你就会变得更强大。咱们京北富篮球队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高手。每个人的热爱都值得被尊重。老刘，如果你不答应，我这还有一封信。一步一步地走，这是唯一成功的路。守准了，快点！大鸟拉里伯德也讲过，只有一个人能界定你一生的成就，对这是全错了。这个人就是你自己。和金门桥中学，换句话说，我们被分到了死亡之组。